从资料中可以看出，毛泽东晚年接见外宾的时候，身体状况非常差。其实从70年代开始，毛泽东的健康已经起了明显的变化。在1973年，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恐怕到今日都不知道，在散会的时候，毛泽东根本站不起身离场。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了主席的腿在颤抖，他让主席坐下。主席这个时候也毫无顾忌的一屁股重重的就坐到了椅子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台下的代表们还是在向毛主席欢呼，还是那么热烈，大家都不动。周总理在这个时候啊，挥动两只手，意思就是说，让代表们赶快退场吧。可是毫无反应。你们不走，路也不好走。总理匆匆的就向我走来，我马上就迎上去了。总理跟我讲说，吴旭君同志，你估计主席还能站起来吗？我说看来困难了。所以我当时也很着急，我就想啊，想一个什么办法，既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主席身体不好，又不能让这个毛主席先走，因为主席不走代表就不走，这怎么办呢？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后来我认真的想了一下，我就跟总理讲，我说总理，既然你让我提个建议，那我就大胆地说了。我说是不是请总理亲自啊，向代表们宣布，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。他马上就采纳了我的意见，当机立断，转身他就走向了那个主席台中间那个放麦克风的地方，他就大声地讲，说各位代表请注意，现在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，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，分得各路退场。台下顿时就骚动起来了，还是在鼓掌，还是在欢呼。可是人们，我发现在慢慢的朝门口移动，大家的脸都是朝着主席台，等于是倒着走。代表们都走了，毛主席是最后走的。